爱是牛耕牛是同款，所以呢，他就办了一场那个古礼婚礼，伊就叫九班呢，吼、哦，叫九班呢去耕迄个新牛牛，哇，那个新娘子哦，真的是晃到不行。那那个九班哦，因每一个都有他那个九班会啦，都有他们集训的时间，尤其是被出兵之前吼，那我就来卡波跟他们一起来哦，来淡水学艺真功，谢谢大家。
所看到的神将团哦，各有特色哦。像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我们的神将团呢，它的服装上面呢都是以什么？以那个金丝绸那个刺绣的部分比较居多哦。那有一些都是缎布的下去做装置的哦。